阿修罗，特地来送你下地狱的，你逃不了。真的吗？ Please forgive me. 这是他最后一通发给你警讯，对不对？他当时就在我身旁，躺在我家的床上。傅洪博刺杀大小眼的手法，跟猴子和沈乐琪被杀害的方式几乎相同，所以有80%的可能。 傅洪博就有凶手，假设他是凶手的话，杀人动机是什么？德林，我们一定要结束这一切，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原来是瑟联络刘志炳到现场的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这样可以证明刘志炳和德林有关系。 你怀疑是故意设圈套，来陷害德冷。我知道你自责，他是被误杀的。总之呢，我觉得有古怪就对了，我们一定要查清楚，一定要查个明白的。大宝，我要你跟你家人搬到一个安全地方。我藏起来。 那不是没有办法抓到阿修罗，我跟大巴讨论好了，我们会布局，让疑犯觉得有机会，诱使他出手，然后逮捕他。照我的话去做，让你逃，机会没命。不要乱来，你选，就只有死一个。 应该是巧合，又或许凶手是个 copycat。你真的认为是巧合，还是你希望那是巧合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，有人故意重现这宗旧案，目的是想解开当年的谜团。是方教授自杀，所以你重现当年的案件，模仿他的手法，制造另外一个杀人犯。 这全都是为了向我报复的。不是我杀的。女的，放手。小兰，让我完成这件事。 不信任了，我有时候会看到自己的倒影，变成一个邪恶的自己。或许方教授说的对，我心里有一只恶魔，他已经跑出来了。白骨精，我不能够让你杀人的，你想害死我妈妈，白骨精。 求求你，我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，我要为我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所以今日，我在凌云等你。小满，小满。
我用沉默打开了天空，谁的脸孔蠢蠢欲动，谁在惊悚，谁在被我暗涌，我用微笑回应嘲讽，谁在放纵，那是虚荣还是不安在跳动，现实